宠物猫咪听到了音乐的反应可是会让人笑到肚子痛的，像是俄罗斯这一只小白猫，它非常的乖，只要一听到演奏俄罗斯的国歌，竟然就会立正站好，而且乖乖的直到国歌唱完。猫主人躺在床上滑着手机，白色猫咪乖乖的躺在角落，但音乐一响起，猫咪居然动了起来。这实在太逗趣了，这只猫咪居然听到演奏俄罗斯的国歌就会乖乖的立正站好。这肃然起立还不是一下下，而是国歌唱多久猫咪就站多久，重点是它站得多挺拔，两只前脚还乖乖地放在胸前，只差没有行举手礼而已。而对音乐有特别反应还不止这只猫咪，但它的反应可就特别激烈。你听，这真是红遍全球的电影《冰雪奇缘》主题曲，爱听的不计其数，但就是不包括这只猫。为了让主人停下来，猫咪居然跳起来关掉电灯，而且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你还唱我就再关，直到主人受不了了。一连跳了三次，每次都准确地关掉电灯。看来音乐虽然无国界，但个人喜好还真不同。多人新闻陈文章综合报道。